想好点呢，让你就等嘞。人生好比没关系，高水了，很高兴看到你。我也很高兴看到你。为什么你知道了？因为我的车坏了，你上课学习的外语怎么什么呀？我的外语计算机很好，我很高兴你呢。我的外语成绩不好，我很难以念我。念过后，外语不难学。什么？是啊，你多呼吸，工作，成绩一定好。你有外语需要学吗？不，我没有。Daniel， 以后我们一起住西点。好的。这边是很不错，但是太贵了。我有会员卡，可以进入西北线。太好了，我要买这本书，你呢？我要买USB 配卫之间。好，我们一起去酒店。好的。